山穷碧落，只为寻找，只为寻找你的温柔。这一秒的誓言，站住岁月，就这样的纠缠了千年。心间，为了看你一眼，我愿等上万万年。缘虽看不见，爱痛在心间，为了看你一眼，我愿等你万万年。他们为什么不能回来了？你不要吓我，你快说话呀，你倒是说话呀。司音，司音，金哥欢妹，金哥欢妹，哥别哭了，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吗？以后无论你们去哪里干什么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们三个就是我的命，如果找不到你们，我会急死的。你一定累了，看你眼睛都红。我刚才是真急了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我们一家四口是一条命，你或者孩子离我而去，我一定也活不了。司音，我们不是说好永远不分离的吗？老婆，你看这花球，漂亮吧？还有，这是花妹的。你看，牛兰啊！哎，干娘，你来了！哎，怎么还没完工啊？这两天可就到日子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花球可真好看呐！这全天尽头顶个尖了都。当然了，以后我的金哥啊，也要娶个好媳妇。那可不，我们金哥啊。长大了也得跟他爹一样娶个仙女媳妇儿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哎呦，这两个小宝贝呀、啊，这今天啊，可就是他们俩三周岁的生日了。我为他们请了大批的客人，一定要好好的庆祝庆祝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干爹可说了，这酒宴啊，八道菜可不成，他得再做两道，做个十道菜，十全十美啊。太好了，那这样太劳累干爹了。哎呀，他愿意。哎，对了，主食啊，可得要吃你干娘蒸的五彩大花馒头啊，上面雕着富贵花、吉利鸟，取的是平平安安、吉祥如意。好好好，好意头啊。哎呀，这酒呢，我也早准备好了，就用生他们俩那天我藏的那坛子百日红。太好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啊啊。
妞郎，赶紧跟我回家，去拿那坛子老酒去。我怕一开盖啊，香我一跟头。你是怕干爹偷喝了吧？就你机灵，走。什么颜色呀？是黄颜色的。你看我的风筝是什么颜色的？你的风筝是黑白色的。我就喜欢风筝是黑白色的。我的风筝能飞得好高好高，飞到天上去呢。我的也能。我不明白。我真的不明白。我们也不明白。看不出来，他的心肠怎么那么狠呀？你没有孩子，你不懂。再狠心的父母也舍不得丢了孩子。上回我一不留神，一只小宝宝让黄鼠狼叼走了，我心疼的哭了三天。牛哥，你见多识广，你说说。司音不是狠心的人，他平日多疼两个孩子，就像我的牛妈疼我一样。牛哥，你别伤心。这里面一定有他说不出的苦衷。这是哟，哎呀，我的二公主啊，你这又是看上了哪位威武天将，这么魂不守舍的？月老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啊，特别是在此时此刻。哎呦，
你是个轻浮的女孩，原来也是个情深的主啊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天下多少痴情女子的心都付诸东流不复回了。我没工夫跟你吟诗作对，我正为我那两个小外甥着急呢。嗯，外甥。明天就是司音的一双儿女3岁的生日，也是母后要给他们下的最后的死期。啊，月老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救救他们？哎呦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哎呀，还小呢。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你整天贪酒好杯，你什么都不记得。哎呦，在这种地方不醉又有何为啊？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良心？有良心的都没有好下场。我就真的不敢相信那王母娘娘会这么对待司音。我知道其实啊，她明里是惩治司音，暗地里啊是要惩罚。你什么明里暗里的？哎呀，说来说去啊都是一个情字啊。问世间情为何物啊，我为人间千秋万代姻缘牵线，看尽了无数的真情痴情虚情假情负情，我简直是被这个情字吓怕了。你在说什么情不情的？快点想办法啊。去慈宁宫看看。慈宁宫？良心好不好？我们姐妹三个从小一起长大，如今三妹大难临头，你不但不帮她，反而落井下石加害于她，你一点都不念姐妹手足之情吗？我求你，我们去给母后下跪求她原谅，她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。你就知道向着她，从来都不为我想想啊。祝融，我是对他动了真感情的，可是他现在死了，我得一辈子当寡妇了，你们谁替我想过？大姐，祝融死亡的事情我们都很意外，我和三妹都很同情你，毕竟我们是三姐妹啊。大姐，谁要你们同情啊？要不是司音这个死丫头，祝融她不会死，她害死了我的挚爱，夺走了我的幸福，我跟她水火不容，不共戴天。大姐，就算你不跟我去向母后求情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加害于司音了，毕竟我们是同母同胞的亲姐妹啊。普天之下除了骨肉情、夫妻情，还有兄弟情和姐妹情啊。大姐，谁跟他是同母同胞啊？谁跟他是姐妹之情啊？你这个孤情寡义的平坨子，你连亲妹子都不认了。亲妹子？你这个大糊涂虫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她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胞妹。你气糊涂了吧？你又在这儿说胡话。哼，她是姚姬的女儿，她是父王和姚姬的私生女。你说什么？哼，她是父王瞒着母后和姚姬这个旧情人生下来的孽种。
你怎么知道？祝融死后，西天王要司音偿命，父王和瑶姬正商量如何营救他们的孽种时，被我听到的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怪不得母后对司音的态度。这回你知道了吧？她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胞妹。我真不敢相信。只有你这个大傻瓜蛋还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把她竟然当成自己的亲胞妹。你有没有想过啊？因为她，我们多受了多少罪，少享了多少福。最可恨的就是父王和母后一直就只疼爱她，怜惜她。她夺走了太多属于我们的爱了。我恨她，恨她，我恨死她了。我恨不得让她家破人亡，永落深渊。原来父王也有一段私情。母后拆穿了父王的私情，而且还识破了司音的真面目，所以写下了这个朱批。这一招够狠的。我看司音是舍得了牛郎，还是舍得他的孩子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是想提醒您，今日此时可就是母后。父王就算有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，您不要听他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孩子是无辜的，要是不惩罚司音的话，那么这天庭就全乱了。大臣们都看着您呢，您必须要解开司音啊！你们俩给我闭嘴！天将听令，请王母娘娘下令，率天兵子时去捉拿司音的一双儿女，不得有误。遵法旨。捉拿后如何处置？当着那个贱人的面活活摔死。娘娘，当场处死。是。为之求情，定杀不饶。给我封住南天门，如有下界给司音报信者，与之同罪。心疼那两个孩子，他们也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是他们的娘亲呢。可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私自决定和牛郎哥成亲，王母娘娘为了惩罚我，立下了规定，我如有子女，三岁即死。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掉吗？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把他们丢到荒漠中，也许会有一线希望。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想找个人商量，也不行，又不能告诉牛郎哥。如今我是脚天天不应，脚地地不灵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现在只有求你帮我了。可是连你都不肯帮我，牛哥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怎么做？我到底还可以怎么做呀？王母娘娘
已经命令天兵天将，今夜子时捉拿司音的一双儿女，当场处死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孙儿，快想想办法救他们，快想想有什么好办法救他们呢。王母还严命，谁要为司音说情一律斩首。南天门也被王母给封锁了，如果有人私自下凡给司音报信，按同罪论处。想不到女人的心狠毒起来，让人胆寒呐。黄蜂韦后真，最毒妇人心呐。哎呀，我堂堂九天之皇，却解救不了自己的女儿，这我算什么乾坤天地之王啊。陛下，现在这些情况姚姬夫人她知道吗？已经很久没有通信曲了，看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吃点东西吧。我的琴找到了吗？回夫人，还没有。听说天王已经把琴收起来了。夫人，吃点东西吧。西天王到。姚姬，这些天让你受委屈了。当时我因爱儿之死正在气头上，你就不能说句话吗？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这有何苦吗？我现在是爱儿遇害，爱妃背叛，本王这是受的什么罪呀？大王蒙受丧子之痛，我感同身受。这些天本该陪在大王身边为你排忧解愁，可是我自己也是处在极为恐惧之中。别说了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对你那么鲁莽，不该把你打入天牢，不该对你发那么大的火。可姚姬，我对你是一往情深，我恨不得把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你。可到了一直以来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我的心苦啊，我恨。
恨呐！大王，你可知道，自从来到了西天，我的心里有多苦，有多恨吗？我再也不想过这种用苦恨浸着心扉的日子，我求你，赐我去死吧。好了，什么苦呀恨呐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妖姬，我当初对你是一见钟情，所以才把你带到我的身边。你那时才智过人，聪明敏慧，我确实是离不开你。虽然你对我一直是若即若离，我对你却是真心实意，这一点你心里面应该明白。我们俩彼此是各有不是，看在多年同床共寝的份上，就算了吧。从今天起，就让所有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吧。大王，我决心已下，绝不。妖姬，这不，刚才我接到王母的请帖，邀请我到天庭去赴宴。我想，他们也是心存修好，我们总得找个台阶，把这些事情做个了断吧。天梭，天梭，别做美梦了，出事了，母后要制裁司仪那俩孩子。主人知道了吗？我已经告诉他了，叫他早点打主意。你下去也不带上我，三年了也不知道主人变成什么样了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功夫探亲访友唠家常？你快点想办法呀。那能怎么办啊？你以前机灵古怪，一会儿三个主意，怎么现在一个都没有了，还要问我？哎呀，闷在这个地方我都快变成木头了。真不知道司音会怎么做，到底有没有想出应付的办法？要不你下去查看查看。好，我去看看，我这就走。哎，不行，我这织云的差事一刻都不能停，一停天神就知道了。我先帮你顶会儿，你快去快回。啊，谢谢你二公主。这次王母下旨，师母要封住南天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哎呀，这回这事儿大了。看来啊，王母这次真的是动怒了。是是。你我这次一定要严加看守，要记住，哎，这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我二人都担待不起。哪里去？哦，我看看风景，平时很少出来，这儿的风景不错。回去。干嘛这么横啊？回去，马上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多大个事儿啊！主人，天梭帮不上你了，你只有靠自己救自己了。
东西进来，擅闯南天门，违反天规，即刻打入天牢。各路神仙不得私自妄动，钦此。玉帝怎么可以替天梭说话？他擅闯南天门，应该处死。大公主，此乃玉帝亲批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来人，把他押下去。是。是。老头子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给他们准备的红封包，里边啊有一两白花花的银子，是我去年就准备下的。再送这两双小鞋，好不好啊？嗯，鞋就别送了。这可是我用上等的材料，一针一线纳的啊，户头凤眼都急。我说不送就不送嘛。
你这个倔老头又犯病了。哼，我呀，非送不可。非得让我跟你说明白了，鞋鞋，一头不好，明白吗？这我可没想到。我不听你的，叽叽利利，百无禁忌。这小鞋啊，我可做了好几个月呢。非送不可呀。嗯。行，到时候你去，我不去。哎，那人家可是专门请了你呀。请也不去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现在说也不晚啊。你为什么不去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愿意参加这种无聊的活动。哎呦，这怎么叫无聊呢？这孩子三岁呀，在咱们乡下就是重要的日子。俗话说呀，三岁定八十，这三岁的生日要过得热闹吉祥，那孩子一世都幸福。再说了，人家司音和牛郎对咱们对凤凰那可是有恩的呀。哎，别说咱们是亲戚，那八竿子打不上的，人家都赶着要去呢。说什么也没用，我告诉你，我说不去就不去。那你给我说个理由。没理由。啊，这就是你不给牛郎司音面子，人家真心请你到场，还想请你给孩子写几句吉利话呢。我说不去就不去。嘿，你个倔老头，你想气死我呀？你呀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一个孩子过生日，大伙一起庆贺，乐呵乐呵，有什么不好啊？以极泰来，乐极生悲。你呀，就是看你那些破书，七卦八卦的，把你给看迷糊了，满嘴胡说八道。睡觉喽。你给我穿上，走！我今天非要把你拉去。我说不去就不去，你干嘛？嘿，我非要拉你去。哎呀，老头子！我特地登上玉龙酒馆买来的上等烧酒，泡的莲子、人参、红枣、桂圆，取的是连生贵子、连中三元的意头，一直啊泡了三年。我来，出口我来干啊，我先来干。你给我放下！哎，老婆，轻点啊，这样讲让你开了去，还没少一半。你怎么不相信我？媳妇儿，你怎么才怕媳妇儿呢？我是疼媳妇儿。哎呦，怎么也不会让你开心啊？哎，老婆，你看你是这么厉害。哎，老婆，那你今天晚上让我喝个痛快行不行？你别再打我了。我告诉你，在座所有的人都可以敞开了怀喝，就你不行。你为啥老婆都厉害啊？哎，你们小心着点啊，我可要开坛了。小心想你们一个大跟头。哎，对了，司音呢？哎，对呀，司音呢？对呀，司音上哪儿去了？我那两个小外孙呢？哟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叫他们出来？不知道司音带着这两个孩子跑到哪儿去了。是啊，这大喜日子，快拿着去哪儿啊？那这就先来不开了，先来不开，等司音回来再开啊。就是。醒醒，别睡了。你笑什么？你长得真有意思。
了吗？你想你娘了吗？我也想我娘了。你们不怕我？我不怕你。上次是牛哥接我们回的家，这次你送我们回家，你的心和牛哥一样好。我娘说人不可貌相，说的是不是你呀？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？叔叔，你怕我吗？我不会伤害你的，你别怕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回来？到底哪儿去了？真急死人了！爹，金哥，欢妹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快把爹急死了！你们娘呢？相依，悲欢只为你。谁让我只对你动情，爱意深如骨。